一个会都要你一个讲话内容。李粉明先生下星期需要参加会议，在总数的基础上招了压缩20%，交给你，明天交给我。你怎么了？辞职理由呢？个人原因。共事多年，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。再见。给人家赔礼道歉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有的人太强硬，他的脾气就是你们给惯的。你是我的助理，你是协助我工作的，你对我负责，你只对我一个人。现在请你出去。阿昌，阿昌，嘿，你小子，谁同意你辞职？谁同意你辞职的？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不同意你辞职，但我同意你休假。休假期间工资奖金照发。你觉得我缺钱吗？我得把它录下来。神经病！他不会离开的，但我更希望你们两个可以一起。从他开始实习就跟你在一起了，我是说工作在一起了。你哥，他是不是那个？你们玩得高兴吗？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八卦？他就是我的助理，纯助理。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曼春？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？大不了我不做这个助理。请的是助理呀、啊、还是少奶奶？未来你想成为我的对手，官司有输赢，谁都输不起。我知道你在赌气。感情和官司不一样，是没有输赢的。爱过痛过，比起压根儿就没有爱过或者没有勇气爱过，你觉得哪个叫输哪个叫赢？我要见你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那咱们就靠拳头说话。你考虑清楚了。其实我没有生你的气，我是在欺负自己。你不要以为你关上门，我接我电话闹辞职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我一定会管，一定会管到底的。从你第一天上班就跟我在一起，我们每天一起上班，一起加班，我们几乎天天朝夕相处。老张，一块吃饭吧。哎，酱油，快快快快，快点。你了解我。我确实从来不在意任何人对我，但是我在乎。姻缘这两个字啊，一旦错过，后悔一辈子。现在还来得及。